饱食逐衣，乱说闲耍，终日昏昏，不如牛马。好，那么这个饱食逐衣，就是吃饱喝足，穿暖了，乱说闲耍。这个闲耍是说闲暇的时候就在那里嬉戏啊，游玩啊，作为消遣。好，我们说的游所好闲啊，这样的人，终日昏昏啊，这个昏昏呢，就是指他非常的糊涂啊，那么没有办法明辨是非，这是终日昏昏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不如牛马呀，啊，还真的是不如牛跟马。我们看。这个在《论语》当中啊，孔老夫子呢也有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哈，这是在《论语》的《阳货篇》当中说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以哉呀。”这是说呢，一个人。饱食终日，就是这里说的饱食足衣啊，就每天都吃饱喝足了，穿得暖暖的，又游手好闲，不做事情，无所事事。那么孔老夫子说，这个人呢，难以哉啊。那马融的注解说呢，为什么说他难以哉呢？因为他无所聚乐，善生淫欲也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保暖生淫欲啊，他就不会去做一些正当的事情啊，就开始会有一些邪思邪念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据以为乐，就是我们讲的他人生没有什么志向啊，人生也没什么目标啊，活在这个世间呢，就悠悠荡荡啊，昏昏度日啊，吃饱喝足了就没有什么想头了啊，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。这种情况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？因为他心无所惧，会生起淫欲之念。保暖生淫欲嘛。那么淫念既生，再让他继续发展起来呢？那你说这个人要让他有好的品德，好的修养，这就很难做到了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古人的典籍里面也看到，若要小儿安，还要给他几分饥与寒呢？就是即使是小朋友，你要让他安安心心的长大呢，也是要注意到这一点，不能够吃得太饱，也不能够穿得太暖。也就我们佛门里面可以讲的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这个人他在生活比较清苦的时候，往往人的志向，他的志气呢，容易生发起来。如果生活太过享受安逸的时候呢，那么可能许许多多不善的习气啊，同时呢都会滋长起来啊。所以无论是古圣先贤还是佛菩萨教导我们，都是同样的道理。那我们看到印光大师在《德育启蒙》当中也谈到啊，淫欲之害是伤身丧志啊，对于我们身心的伤害是很大的。即使是正常的夫妻，也是要节制啊。如果是邪淫，更非所宜啊。古今志士无一犯之，这就是说，让我们这个从小就要注意到它的危害跟它的严重性。
那么孔老夫子呢，同样在《论语》的卫灵公当中啊，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，说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惠，难以哉啊。好，那么孔子在这里说群居终日，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，有他本分的职业事业，他要做的事。那么群居终日则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同机关同事啊，比如说我们在一起，同在一个单位里面，我们一起在做事情啊，两三个人这样子都可以算是群。那么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呢，终日就是从早到晚都不做正事，只在那里没事的聚一聚啊，喝喝茶呀，聊聊天呐，去玩一玩呐。好，每天都是做这些事情。孔老夫子说，这样的人同时又言不及义。就是说你看每天喝茶聊天，喝咖啡也好，这个无所事事，闲着都不知道做什么好。而且又言不及义，就是说言谈举止当中，他们所思所想所谈的都是跟国家人民没有关系的事情。那么同时又好行小惠啊，这个小惠呢，就是说喜欢耍小聪明，有一点小智慧，就佛法说的世智变聪，有一点小小的才能啊，但是办不了什么大事。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小惠就是指小小的智慧啊。那么这样的人是难以哉啊。你看具足了几个条件，每天在一起啊，几三个人五个人聚在一起无所事事，都不知道到底每天活着是要做什么，要干什么，目的在哪里。那么又言不及义啊，每天所谈的事情啊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啊，跟国家人民的这个事情，富国利民的事情都没有关系，而且又喜欢耍小聪明。像这样的人是所谓的弃财啊，就是说这种人呐，我古人就讲这种人是没有办法成才的，就来到这个社会上呢，对于百姓啊，对于社会啊，没有办法带来真实的利益，就是说我们人生啊，美好的光阴都空过了。那么这个确实很可惜，就是说也是从小没有机缘得到很好的教育，所以他从小也没有好的老师来引导他，能够培养一个正确的志向，人生的一个正确的目标，他从小没有建立起来，所以他人生不知道说我活在这个世间到底是为了是做什么的，有没有机会我可以尽德修业，能够真正做一些对国家社会有利益的事情。他就是没有这样的志向，所以说就像我们这个经课文里面讲的，终日昏昏不如牛马呀。为什么说不如牛马呢？因为在古时候这个牛呢，它还可以去耕地啊，种田啊，它可以做出很多利益人类的事情，这古时候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，非常重视农业生产。那么牛呢是人类的好帮手，他可以一辈子呢都勤勤恳恳的在那里耕田，他也做了很多利益别人的事情。这马也是，马也有它的这个作用啊。经常许多地区交通不便的时候，这个马呢它就可以作为交通工具，可以载着人载着货物，去运输。所以说人如果说一天到晚都是吃饱穿暖，在那里游手好闲的话，每天都糊里糊涂的，那这里说真的是不如牛马，我们跟小动物比起来呢，对人没有贡献，对于这个社会，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贡献，那你说来到这个世间就没有什么意义的，是吧？